，Y 叫做结果。这个 x 呢，变成 y 的过程当中会经过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叫 f of x。重点不在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而在于你去调整你的函数。万一发生了某个事情，套到这个函数里面，就会得到什么结果？万一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套到这个函数里面又会得到另外一种结果。你要把你的函数修改、修补成比较反脆弱的，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经过这个函数之后，都会得到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结果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事件，那至少没有太大的损失；好的事件，非常好的结果。那长期下来，你就是反脆弱的，所以你不用去预测 x。而是应该顾好你的 f of x， 而 f of x 的这个函数是比较容易判断的，你没办法预测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但是你可以怎么样让你的函数变好？比如说你没办法预测你会得什么病，你会发生什么意外，让你的身体变得更不健康，但是你可以让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变好，免疫力变好，肌肉变得比较强壮，对不对？骨骼密度变得比较强，所以你摔倒了之后就不容易骨折，这是你可以做到的。但是你没办法预测说你什么时候会骨折啊。如果你要预测，你没办法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摔倒。如果你要预测什么摔倒，那就很累了。你要每无时无刻走路都非常的小心，当然走路本来就要很小心啊，可是你要更加倍的小心。哦，对啊，随时在路上都要看说这个人会不会推我，这个人会不会撞我，这样子，非常的紧张啊。可是万一你能够把你的身体变得更反脆弱或更强固，那你就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小心跟人家相撞受伤的是他，类似这样子。对，你平常就让你的身体比较健康，睡眠都很充足，然后呢饮食都很正常，又在运动，抵抗力也很高，所以你就不用每天在担心说，这边病菌会不会很多，我要不要戴个口罩，要不要勤洗手，当然这些都要做，但是你不用那么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比较强的免疫力，你不用每次大家啊，在这个流行性感冒在流行的时候，哇，你就非常的紧张，或者是出入公共场合的时候你就非常紧张，你再怎么紧张都没用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你会感染疾病。重要的是把你的身体的状况调整到最好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叫非预测性的决定。所以重点不是摆在预测这个事情，而是摆在判断你是属于脆弱或反脆弱的。如果你是脆弱的，你就想办法让你更反脆弱一点。好，这个是非预测性的。好，翻过来，但是呢，刚刚讲的是应该要这样子做，但实际上我们的现代社会，还有现代社会里面的个人，我们因应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是这样子做的，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，想要掌控，就像我刚刚讲的。我想要获得越多的知识，越多的资讯，然后呢，来掌控这个环境，掌控未来的事件，去预测未来的事件。如果我知道，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我就可以事先避免开来。我们现代化的社会都在做这件事情，可是这是永无止境的，不但永无止境，失败率很高，而且还会让你变得更脆弱。所以你看十八页讲的，叫做剥夺反脆弱性。有件事十分重要，如果反脆弱是存活下来的所有自然系统的特质，那么剥夺这些系统的波动、随机跟压力因子，反而会伤害他们，他们会衰弱、死亡或爆炸。我们已经因为压抑随机性跟波动性，而使经济、健康、政治、教育几乎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脆弱。例如，只要躺在床上一个月，就可以导致肌肉萎缩。声号系统也会因为少了压力而衰弱，甚至死亡。好，这就是我前面一开始讲的，你到底是要追求反脆弱性，还是要追求脆弱性呢？如果你要追求反脆弱，那你就要勇敢迎向这些压力因子、混乱、不确定性。而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保有选择权，对不对？或是从里面获得资讯，然后多做一些背离，那你就可以过得很好了。那如果你是要追求脆弱呢？追求脆弱就是追求稳定，你就会想办法消除任何的不确定性，想办法消除任何的随机性，消除随机性跟消除不确定性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学习
收集更多的资讯、更多的知识，想要控制未来、掌控未来、预测未来，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。所谓的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所谓的这个人类的文明，都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努力，也就是消除随机性，把我们这个世界磨得更光滑、更平整，而不是呢凹凹凸凸的非常多随机的事件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舒服。哦，可是这个舒服却会让你变得越来越脆弱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要消除这个温度的随机性，啊，有时好热，有时好冷，怎么办？发明空调，很热的时候开冷气，很冷的时候什么？开暖气。所以你就会保持在一个没有什么温度变化的环境里面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变得更脆弱了，身体变得更不健康了，调节温度的能力下降了，免疫力也下降。所以刚上课前，我们还有同学在聊天啊，对不对？说呢，这个哈，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喝热的，夏天的时候都会想要吃冰的。可是呢，喝太多烫的东西呢，对身体又不好；吃太多冰的东西，对身体也不好。可是我们就没办法，就会想要这样做。那古人没有冰块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会想喝冰的啊，所以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以前的人火取得不方便啊。对不对？比如说冬天虽然很冷，可是呢，你想要煮一杯热水来喝，那要先捡柴啊，钻木取火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生起火了，柴火有限啊，你要拿来洗澡，还是要拿来这个喝水，还是要拿来干嘛？那都是很重要的资源啊，所以你可能没办法常随时都有热水可以喝，所以就不会喝太多热水。就算有，你也不会浇到非常的滚烫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要喝滚烫的水多方便啊，一按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因为科技消除了生活上的不方便，可是却让我们变得更脆弱，那就是现代化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在自然的市场运作下，你的资产本来就会高高低低，你的收入本来就会忽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可是我们就发明了很多经济学、政治学的做法，想要让我们的政治更稳定，想要让我们的经济更稳定。看起来好像变得更稳定了，我们感觉很舒适，不会说哦，今物价上那个波动非常大，今天买蔬菜一斤20块，明天买了变一斤200块，不会变成上上下下的。哎，物价蛮稳定的，可是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脆弱了呢？一旦发生金融海啸，就更严重了，有可能。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哦，这叫做剥夺反脆弱性。倒数第二段，这一页倒数第二段。这是现代化的悲剧哦，也就是越来越脆弱。正如神经过敏、过度保护子女的父母，爱之却是足以害之。想要帮助我们的人啊，往往害我们最深。哦，所以教育、政治、经济、健康都是这样子的。当我们越想做一些事情来让我们过得更好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变得更脆弱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你在面对脆弱性的时候不应该做的事情。第二个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在19页，牺牲别人以取得上党利益。很多人他的反脆弱并不是使用这些方法，而是使用什么方法呢？他是使用第三种方法，人为的。可是他不是使用杠铃策略，他是把他的下档损失转嫁给其他人，自己留有上档的利益。哦，这种人他也可以获得反脆弱性，可是呢，这是不伦理的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大概前两三周在讲的内容，哦，最后两章。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大家还记忆犹新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哦，翻过来，所以刚刚呢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，叫反脆弱。他花了很，应该说整本书都不断的在告诉你什么是反脆弱，什么是反脆弱，让你熟悉这个概念。因为只有当你熟悉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在生活中去辨认、去应用、去认同这个东西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他这本书很重要的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就是黑天鹅的解药。卡雷伯有三本书，他说这三本书其实是同一本。他说这三本如果要取一个名字的话，叫不确定性，或叫不确定。哪三本呢？随机骗局、黑天鹅效应跟反脆弱。他说呢，这三本其实是同一本，而主体是反脆弱。那
随机骗局跟黑天鹅效应只是这本书的附录，来解释它的。解释什么东西呢？它会先建立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随机骗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而且我们常常被这种随机性给欺骗。你在短时间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获得了很大的好处，可是呢，其实你是有可能，你只是因为运气好而致富，你有可能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死得很惨。所以人生是活在随机性里面的，而我们常常被随机性愚弄，这是这本书要告诉你的。第二个要告诉你的是黑天鹅效应，就是说黑天鹅事件对我们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我们这个文明，这个人类的社会基本上是靠黑天鹅效应在推动的，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而黑天鹅事件，第一个发生的几率很低，影响却非常的大，你几乎没有办法预测。可是当它发生之后，你又会觉得说你早就预测到了，所以你永远不会未雨绸缪做一些事情来防止黑天鹅效应，因为你觉得你每次都能够察觉到，这就是黑天鹅效应要讲的。好，在这两个前提之上，他告诉我们：第一个，人生充满了随机性跟黑天鹅效应，而且你会被你的大脑所愚弄，认为你可以掌控随机性，认为你可以预测黑天鹅效应，但其实都不行。好，那这两个前提如果你都认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你说，那我们如何来处理黑天鹅的问题哦？那答案就在这本叫做《反脆弱》里面，所以二十页的标题叫做《黑天鹅的解药》。我想在自己不了解的世界中活得很愉快。什么叫做自己不了解的世界？随机的世界啊，随机就没有办法预测啊，所以你就不了解啊。黑天鹅效应能不能预测？也不能预测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就是你所不了解的世界。可是你又偏偏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，所以你就要学习如何在不了解的世界里面活得很愉快。好，黑天鹅是指后果很大但无法预测和不规则的重大事件，指特定观察者无法预测的事件。而这位无法预测的人，哦，为什么叫特定观察者呢？因为某些事情对某个人来讲是黑天鹅事件，可是对其他人来讲可能不是，哦，所以跟知识有关系，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不知道。而这位无法预测的人，如果因为发生这件事而大吃一惊并受到伤害，通常称之为火机。我说过，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来自于黑天鹅事件，却花费心思微调对普通事件的了解，然后发展各种模型理论或表述，却不可能去追踪他们或衡量这些震撼发生的可能性。第二段，黑天鹅绑架我们的大脑，让我们以为多多少少或差不多能够预测他们，后见之明，因为事后回顾都能解释他们。由于这种可预测的错觉，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些天鹅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。生活远比我们记忆中的迷宫啊还要错综复杂，我们的心灵忙着将历史转成平顺和线性的东西，结果使我们低估了随机性。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下面，你找的是秩序却得到假秩序，拥抱随机才能得到某种秩序跟情况。这个部分就是在讲黑天鹅效应跟随机的支付陷阱里面讲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21页的第二段第二行中间。所以说，现代世界的技术知识可能不断的增加，但说来矛盾啊，事情的发展却远比从前难以预测。我们的知识不断的增加，那应该预测未来的能力越来越好吧，可是却不是这样子的，预测未来变得越来越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的知识增加，当我们的科技越进步，这个世界就变得越不稳定，变得越脆弱，所以未来会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就变得更频繁，变得更多，影响更大。首先，科技通常是导向脆弱的，现代化导向脆弱，所以发生黑天鹅事件炸毁的机会就变大了，因为它变脆弱了嘛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关系，资讯越来越紧密的结合，所以影响一旦发生黑天鹅事件，影响变得更全面性。美国发生金融海啸，不是只有影响美国，是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。某个国家发生 SARS 或是什么，不是只有那个国家受到影响的，全世界都受到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交通太方便了，
网络太方便了，所以影响的层面变得很大。所以在过去那个在过去的历史当中，黑天鹅效应本来就影响非常的重大，而在未来现在跟未来的世界里面，黑天鹅效应的影响又会再更大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面对黑天鹅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怎么面对黑天鹅呢？要向大自然学习啊。21页的最后一段，大自然由于它的反脆弱性，所以是擅长处理稀有事件的最佳专家。到这一页倒数第二行的最下面，反脆弱性不只是黑天鹅的解药，了解它也使我们在知性上比较不害怕，进而勇于接受这些事件在历史、科技、知识以及其他层面都有存在的必要。好，所以你学习反脆弱怎么样来面对黑天鹅呢？第一个你要学习的是，你不要当火鸡。什么是火鸡？就是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常惊讶的一些并且受到伤害的人，叫做火鸡。如果你了解反脆弱的概念，或者是你可以用反脆弱的态度去面对你人生的很多黑天鹅事件，譬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，你们家发生地震倒掉，这一定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黑天鹅的事件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的人会非常的惊讶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过，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大部分的人，有些人不会，例如谁？譬如说佛陀啦，庄子啊，老子啊，这些人，他们基本上是不会，释迦牟尼啊，药师佛这些人，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惊讶。为什么？倒了就倒了嘛，对不对？人生呢就是这样子啊。佛陀会告诉你说，人生就是苦的，对不对？人不断的在轮回啊，这不算什么啊！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庄子会告诉你啊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对不对？房子本来就会倒，本来就会怎样，人本来就会死，人本来就会生病，生老病死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好像树叶会枯掉，掉落到泥土里面一样啊，这么的自然。所以这些少数的人不会惊讶，但我们也要学习啊。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到反脆弱，学习到黑天鹅的概念，你就会知道，当你人生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它都很自然。人生本来就是随机的、不确定性的、充满了混乱的因子的。所以，第一个，你不会惊讶；再来，你可以用更正面的角度去面对它，把它视为一种资讯，从里面获得资讯、学习、改变，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。所以，你会勇于接受这些事件，在历史、科技知识以及其他层面都有存在的必要，你会觉得说这是必要的，对啊，你人生必须经历这些苦难，这是必要的，才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。人生必经的历程嘛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嘛，生离死别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悲欢离合嘛，这都是什么人生必经的必，这个有其存在的必要。所以学习反脆弱，第一件事情在心境上，你不会当一只火鸡。第二个，在实际上，你会从这些混乱因子里面得到好处，反而变得更好。这就是面对黑天鹅的方法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反脆弱的方法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用吗？我们用现代化的方法真的没办法解决吗？后面就在解释这件事情。22页，强固不够强固。现代化，我去做很多预防的工作，让我不会受到黑天鹅效应的冲击，有可能吗？理论上有可能。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强固，强固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不会改变，但实际上这个完全强固的东西是不存在的。再强固的东西经过时间拉长它都会毁坏，所以你一定要成为反脆弱的个体或团体组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成为强固的，没有绝对强固的东西存在。可是如果你是反脆弱的，你就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不断的修正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，坏的时候是有限的，好的时候会比较好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要，你一定要追求反脆弱的原因之一。第二个，谈某些东西是否能衡量。你说那我能不能呢？不但发展我们的科技，预测未来，预测黑天鹅事件，我就不会受到这些伤害了？不可能。前面讲了，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展，知识越来越充足，可是预测未来能力越来越差，因为这是一种这个深奥的系统，我们就是这个系统里面的其中一环。当你的知识、你的科技预测能力越高的时候，你就会你的这个能力提高，就会改变整个深奥系统，让它变得更难预测。就好像所有投资股市的人，现在
这个分析股票的能力都变好了，比以前的人好，可是股市却变得更难预测了，却更大盘就变得更难打败了。原因就是这样子，当每个能力都提升，反而就没有用，就你的能力还是停留在原地，没有提升。哦，就像过去的大联盟有那个打击率到四成的，现在长期以来再厉害的大联盟的打击者，打击率都没有办法超过四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体的水平都提高了嘛，尤其是投手的能力一直在提高。所以你打击者能力你不断的提高，你还是没办法，因为大家的能力一起提高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赢过其他人。投资是这样子，大家能力都一起提高，你也是没有更厉害。那预测未来也是这样子啦，你的知识增加了，可你的知识增加了就代表整个群体的知识都增加了，所以有更多你不懂的东西你又更难预测了。所以预测未来基本上是不行的，所以预测 X 事件办都办不到。可是预测一个体系或一个个人一个个体，它是属于脆弱或反脆弱的，这是办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做得到的事情，而不是追求做不到的事情。这是我们面对黑天鹅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反脆弱的方法。然后24页这边讲脆弱的推锁，可是偏偏有些人他就是要继续采用那些所谓的现代化，然后消除不确定性，消除随机性，预测未来的方法，由上而下天真的理性主义告诉你，我知道这个社会应该如何运作是最好的，所以大家就照我的方法来运作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，果然随机性降低了，大家生活变舒适了，可是长期来讲我们的体系也变更脆弱了，而这些人就叫做脆弱推手。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，可是就跟足球妈妈一样，就跟直升机父母一样，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啊，可是结果却是让他的小孩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26页，如何变得更反脆弱呢？简单却更为复杂的地方。要用什么？否定法、减法，尽量不要去做太多的干预。所谓不要做太多的干预，就是不要去设法消除随机性，不要去设法消除不确定性，不要去呢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，而是应该让自己变维持原本的状态。因为我们人或我们的社会或我们的自然界本来就是反脆弱的，反脆弱就是对抗黑天鹅最好的方法，所以你只要让它维持在原状，它就会应付得非常的好。如果呢你硬要去做一些事情让它变得更好，可能达到反效果，叫做医疗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刚提到汉朝啊，汉朝有两个皇帝在位的时候，社经发展进步的最快，叫做文帝跟景帝，合称叫文景之治。文景之治，文帝跟景帝，哇，这个经济状况进步的那么快，人口也增加了非常的多，然后呢，人民的满意度非常高。到底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告诉你，什么事情都没做。文帝跟景帝就是崇尚黄老治术，对不对？就是呢，道家的思想无为而治，尽量都卖去打扰人民。那他们好好的自己在那边耕作，然后他尽量不要抽税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不要有战争，过得很好。对，所以呢，文帝跟景帝啊，刘邦是第一个皇帝，汉高祖，那时候刚打完仗，民不聊生，然后呢，大家都没钱，非常穷，然后呢，到文帝、景帝的时候开始呢，才要无为而治，让人民去好好的养病、养伤、赚钱过生活，大家的经济状况就变好了。到了第四个皇帝汉武帝，非常有钱，前面两个皇帝累积的，他就开始去怎么样，四处的征战打仗，把版图扩大到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还叫张骞去通西域，等等的，哇，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啊，就是前面两代的累积啊。所以有时候不做事情，反而是比较好的结果。但是不做事并不代表很简单啊，你要忍住自己不去做，忍住不要去干预，那这是难的地方。也就是他这边讲的，你要做简单的事情，单纯，但是这件事情就不容易做到。你要克制自己，不要去当一个事心狂，不断的追求更新的科技，然后不要为了小小的便利去牺牲自己的反脆弱性。啊，只是变得比较舒服，变得比较这个方便一点，可是就让自己变得很脆弱。我之前讲过那个电扶梯，
非常的脆弱嘛。为什么要坐电扶梯？有时候搞不懂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帮助哦。你可以这个行动不方便的，你就去搭电梯嘛。哦，真正行动不方便的，他们都嘛搭电梯，哪有人在坐电扶梯？那电扶梯到底给谁坐的？就给懒的人坐的嘛。对啊，那你就会让大家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差啊。然后呢，又常常发生很多意外事件。前一阵子就有一个老翁怎么样，在电扶梯跌倒，然后被一脚的全身都是伤，然后最后送到医院，几天之后过世了。哦，基本上楼梯是比电扶梯好，因为你可以非常的健康嘛。对啊，然后呢又不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，不会整个倒塌或是什么发生机器的问题嘛。当然在楼梯上也会有人跌倒啊，可在楼梯上会跌倒的，在那个电扶梯上基本上也会跌倒啊。对不对？比如说楼梯跌倒的是什么？要不然就在看手机嘛，要不然就喝酒嘛，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产物。哦，所以更好的是什么？更好是连楼梯都不要有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过去那种哦，这个斜坡啦，或是什么的哦。当然，这是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。我要告诉你说，这个科技其实是什么？很脆弱的啦。还有一个比电扶梯更脆弱的，就是在机场或某些火车站里面，你会看到那个平的电扶梯。就是这样子平的，这样子走过去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完全没有用，完全不知道这个作用是什么，就是懒得走，就是懒得走嘛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呢，就会有人呢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然后懒得走，然后进电扶梯，然后就啊，砰砰砰砰砰，然后旁边就卡到这样子，就变得更脆弱嘛。你到底多走几步路会怎样呢？不会嘛，哈。啊，你在机场哦，那个很宽，你弄几条这个就算了。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东西呢？我想一下。在上次我参加一个活动，去那个什么火车站，很偏远哦，七堵还是什么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一个小站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进到那火车站，发现火车站里面也有这个东西，我就想说，到底一个小站，然后火车站里面弄的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？这样子，哦，我就觉得这个是很脆弱的产物了，所以少即是多。不论在你的健康上面，在医疗处置上面，在政治方面，在经济上面，其实都要怎么样遵循这个佛定法，少即是多，就可以让你回到比较反脆弱的状态。好，所以呢，下一页27页第二段，试探启发法将经验法则简化，让事情更简单，更容易执行。我们一般如果呢，你不是一个这个知识分子。哦，你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常使用试探启发法，也就是所谓的经验法则，在判断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过。而那些呢非常有知识的人，哦，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们因为学过很多事情，看过很多书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理论，他们往往会用这些理论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怎么过。可是呢，试探启发法通常是比较反脆弱的，因为它会不断的修正。而用理论由上而下来指导你的人生，通常是很脆弱的。哦，第一个你会有过度的自信，然后呢完全按照这个理论来执行，而缺乏弹性，缺乏选择权。一旦出错，可能犯的错误是你难以承受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有一个试探启发法，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在于，使用者知道他们并不完美，只是权宜之计，因此比较不会被他的力量所愚弄。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，或者是你去乡下看一些没读书的长辈，他们人生中有非常多的试探启发法、经验法则，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。这些都没有科学根据，有些呢甚至呢非常的迂腐，但是呢他们做这个方法相对安全。哦，第一个他们会这个随机修补，第二个是他们知道他们采用的方法并不完美，所以他不会受到他的力量所愚弄，而那些。知识非常充足的，他有一套理论的，经过科学证实的这些人，他们会认为他的方法、他的理论是非常可信的，所以他会依照他的方法百分之百过度自信的去执行，而就会受到这个力量的愚弄。哦，譬如说，他可能会把他所有的钱用某种投资的策略投入到股市里面，然后呢，造成很重大的亏损、破产。哦，这个是。非常有自信、非常聪明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，比如说某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呵呵，哦，才会做这种事情。一般人哪会做这种事情？一般人不会做这种事情啊！一般人哦，投资都会怎么样？分散，投资一点点，投资一点，他赔掉，赔掉就算了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试探启发法跟那种由上而下的理论不同的地方。哦，后面就是作者在讲他这本书的
一些他个人的写书的理念哦，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翻到这本书的结语。